有麻辣火喎，全部都係辣椒，但係好相信我最尾都係食中間嘅一手。咁我影下你，你搞下佢啦，好似以前啲波波池咁。其實我哋唔應該嘥料，應該叫個白鍋。我覺得我都會試下麻辣鍋咯，最多食一塊肉，跟住唔食。同埋咧，我第一次飲嘅豆奶咧，原來係花生奶咯。哎，呢、這個算唔到，算啦。係花生味嘅豆奶。你一飲埋你花生奶。係啊，我一飲落已經覺得，咦，花生醬味嘅點解？係，今日報道到此為止。